就是家经常暴力是很正常的。哎，你俩还原一下，你们俩要吵架什么场景？你在这坐上炕了，我不坐着，裤子怎么埋的了？你不得真的，你不得真的吗？人家真的，真的吗？啊，那你说吧，把东西给我拿过来，快点的，快点的，我还不愿意动弹呢，自己拿去。快点的，我这是借口的借演出呢，快点的。演出，别搁这天天玩手机。你像咋的？你别接，妈的！哎呀，别接了，行，不接了。总之，最后都是我服从了。就实际上，你自己还挑衅，还跟人家硬着头皮吵，吵到最后总挑衅我。虽然我长得小，能不能有点脾气吗？我有点暴脾气。以后就收敛点吧，反正吵到最后结果也都知道了，是吧？这个生活中肯定不是只是争吵，对吧？我看你们俩这么好，和谐特别重要，和谐离不开浪漫。啊，浪漫离不开一些，还是男人得需要花一些心思，对不对？提到浪漫呢，说实话，他就是农村人，大老土，就是一过年过节的，有啥节日的，出去吃顿饭就完事了。我也不怎么懂浪漫，你看上街牵手都不爱。没做过浪漫的事儿吗？在我心中，感觉最浪漫就有一年立秋，我俩吃了顿西餐，我就感觉挺浪漫的。哎，为啥立秋的时候要吃西餐？因为那天没有演出，那天没有时间，闲的嘛，我还正好赶上立秋。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挺浪漫的。